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我们好友还有爱小屋的这个联欢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哇！哇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有谁比较踊跃的？就是你点名啊？我点名是吗？那我点名。那我点名安妮老师，安妮老师，哎、不是因为安妮老师今天穿的有点少，然后想说让她赶紧就是表演完之后，我们就让她换衣服了。好好好，好。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小小特技，嗯，我目前遇到就是所有人好像都没有能够做到。哦，不一定哦。确定吗？不确定。那我待会做一下，然后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就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好好好，安妮老师先准备50万吧。要是50万的话，我努努力我也做一下，努努力我也做一下。就是这样，这样。哦，等一下，等一下，你想试一试？你们想试一试？很想试一下，怎么弄呢？再来一下，这样。等一下，等一下，安妮老师，50万，我跟你讲，没得跑了，准备好，大家请看。等一下，我的手机对吧？等一下，我的手机对吧？哇！对对对对对！哇！我行吗？我行吗？我试试。等一下，来让我看看。哎，可以！你反了！100万！我不行，没错。其实已经骨折了，这里你就说吧，你就说吧，安妮老师，这50万给还是不给？给不起。赶紧穿衣服，赶紧穿衣服。先给个掌声鼓励。下一个，我用我的一个小小的个人技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专业，展示一下自己的个人技，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试。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文字。哇哦，好长啊！你都是准备怎么了？这样吧，我挑战在30秒内，就是比较顺畅、没有错误的读完这一段。我目前不知道我自己的挑战能否成功，大家可以帮我记个时。好，帮我记个时吧。3、2、1，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绿鲤鱼、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爱喝自制的牛奶的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患者，遇见别着喇叭的哑巴，打败咬死山前44棵死色柿子树的44只狮子之后，碰到了年年炼牛娘的牛郎，念着灰黑化肥灰花发灰灰挥发，走出山冈官方网站摄制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民族医院就医。好，我来公布成绩，我来公布成绩，21.96秒。哇！我特别想听 Demi 念一段这个。Demi，Demi，Demi， 杨坤一直卖 Demi。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绿鲤鱼、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区爱喝自制的牛奶榴莲牛奶的，你们在为难骨质疏松症患者，遇见别着喇叭的哑巴，打败咬死山前44棵死柿柿子树的44只死石狮子之后，碰到年年念牛年的牛奶骨的会挥发，走出山冈官方网站摄制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民族医院就医。哦，好难呀！你好厉害 ，Demi， 超难。讲山下这几十户人口都知道，牛奶来炼牛郎。牛奶奶，牛奶奶，牛奶奶。